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米。那今天啊，我们就是要来开这个月饼大叔劳伦的箱子。那我今天的话，只有十个啦。但是我听说这个不只有月饼，好像还蛮多人都拿到不错的东西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就来开一下吧。我们今天来一颗一颗慢慢的开，我真的觉得一颗一颗，我的运气是比较好。来吧，不知道大家开的怎么样？来看我的第一个箱子。哇塞，他这样跳的这么开心，是什么东西？嗨，古代兵器之盒。好啦，我最近喉咙好像快感冒了。好啦，我们来看第二个箱子吧。这个的话会是什么东西呢？果然是月饼。它下面那个好像就是我之前拿到的那些水晶之类的吧。好，来第三个了。哦，因为我只有十个，每次开十个好像一下子就会开完了，现在又没有反应了。咦，下面有树精耶。哇，我的铁甲都还在这里，他又给我铁甲。我也希望拿到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不然每一次都一样。哦，拿到了什么？四号的辫子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好吗？这个好吗？这个好吗？这个我第一次拿到哇，好兴奋！我们来看，第四个吗？第五个？我刚太兴奋。好，这个一定没什么，我已经看穿你了。你这举手嘛，这我采集就有啦。对，是第五个没错。第五个，我刚刚拿到那个箱子，我现在已经蛮开心的，至少这次果然欧洲了一点点。拿什么碎片？这也可以啊。已经不奢求了，还不能按。好啦，举手，好，不要举手，我们要双手捧箱子啊，双手捧箱子不是比较好吗？哇，我还想说这是什么？我刚才想说我跳起来是不是拿到什么很厉害，结果是我自己按到。剩两个了。哇，而且最近我都在玩比较生活类的东西，所以呢，就开箱箱给大家看吧。巴斯克的忠告，剩一个了，剩最后一个了。来吧，最后一个，就是你了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好，平静的结束这回合。扇形的项链，这个其实我也没有拿过。扇形的项链在哪？这个。这是什么啊？好啦，其实我也没用。好啦，今天拿到了这个耶，好像是蛮厉害的东西耶。好啦，那顺便讲一下这次有个东西哈，这个活动啊，就决斗家的印章是在户外采集的时候就可以拿到的，外加上礼拜四的时候不是有新更新的一个活动吗？就是那个做料理的。大家觉得要做什么料理好呢？我现在看上了两个料理，一个是椰子的，我应该有那叫什么？我的椰子在哪？出来椰子，那个椰子的意大利面，这个啦，这个椰子的意大利面感觉应该蛮好吃的。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椰子炸鱼。好啦，有时间的话我就来挑战看看吧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子啦。那我今天拿到了一个不错的东西，大家看到了什么好东西呢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按个喜欢跟订阅我，支持我做更多的影片。如果想要知道我的最新资讯，可以去我的 Facebook 追踪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